咱们去睡觉吧。不睡觉。不睡觉还不睡觉啊？你抓紧了。现在呢，已经十点钟了，乐乐还不睡觉。小雨都困了，乐乐还不困，还要玩。今天白天他们就一直在玩，然后一天都没睡了。现在到现在已经十点了。姑姑要去睡了，小雨你去睡吧。铁歪歪，十点。因为他平时上学嘛，睡得都比较早，也已经习惯那个点了。上学呢也比较累。不许睡了啊！你瞌睡呗。你都管你不打理他，你还睡呗？哦，你不打理他。睡吧，现在十点多了。再见你。下。睡一晚上。你不要，你给我睡了。拉开了又。哎，脸好漂亮，你看。不是，你不。哦，姑姑坐那儿。你坐着，我不坐。你坐着，我不睡，你坐着。不是，他让你坐着，不是想让你干啥歪的哈。这怕你坐着呢。坐着吧，看他叫你坐。那你就坐着，看他叫。奶奶坐着，来呗。哈哈哈哈哈！不叫，白捡的。哎，别叫我了，咱们。你叫姑姑的，姑姑的。我怎么喊？我怎么？不叫我坐。那你坐。你让不坐。赶紧坐。就赶紧坐。那地方你走了，你知道呗？哈哈。我走了，姑姑不走了。那让奶奶去睡觉了，咱们。嗯。啊，奶奶睡觉了。睡觉吧。奶奶去睡哪？奶奶去睡觉了。我去睡哪？睡觉了啊！新疆不怪你。人家看都不怪你了。哎呀，这个我等两个，乐乐睡了啊。那不怪你。一点反应也没有。人家乐乐刚跟我说睡了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人家不，以后我也不担心，主要咱俩住不到。哎呀，还愿意跟抱抱呢。人家这才找到同龄人嘞，开始。现在都老了，岁数大了。嗯。现在已经十一点了，已经让小雨去睡觉了。乐乐呢还不去睡觉？乐乐，咱们去睡觉吧。你要睡的人，我都以为姑姑、奶奶都睡觉了。姑姑、奶奶、姑姑睡觉了。嗯，你还不睡觉？要。乐乐现在就是家里有其他人的话就不睡，睡觉。这可能就是小朋友的通病，其他小朋友好像也是一样，就是有人玩了白天不是就不睡觉了吗？一会儿都事儿就别了，让俺现在去睡觉行吗？哎，乐乐，咱们拿着这个去屋里睡觉好不好？把它拿屋里床去。去床上玩，让小猫咪也玩一玩好不好？小猫咪也想玩呢。小猫咪不是你的好朋友吗？就是不，抢点，晚上不能吃进人来啊！我去睡觉了。不睡。你把娃俩给关上门，我不一笑。两个也不能去啊！嘴巴闭上。终于睡觉了，已经很晚了。他睡觉还是比较省事的，不用抱着，只要他困了，他自己就会说困了，然后上床自己躺着就睡了。